主料，丝瓜250克，油条一根，辅料，油、盐、味精、蒜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丝瓜去皮切成小块，油条切成适量大小块，油锅，蒜，下锅爆香，倒入丝瓜翻炒，加适量的盐膏调味，当丝瓜七八成熟时倒入油条一起炒匀，加少许水，水沸后倒入适量味精提鲜，各装盘。烹饪技巧，这个菜可加水也可不加水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